Rainbow Mandarin Studio 第十四场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给你看个照片。什么？哎，算了，不给你看。哎呀，啊，你看朋友圈吧，我马上发朋友圈。好吧。啊。亲爱的，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？看了。你为什么没给我点赞呀？已经有很多人给你点赞了。可是你赞过的朋友圈才是甜甜圈呀。朋友圈，朋友是 friend 的意思，圈是 circle 的意思。现在在中国最流行的聊天工具是微信。在微信里有一个功能，可以把你的照片和视频分享给你的微信朋友们。这个功能我们把它叫做朋友圈。你也有微信吗？你也会发朋友圈吗？甜甜圈，甜甜圈本来是 donut 的味道非常的甜，所以在视频里，女孩子的意思是说，男孩子的行为可以让她觉得非常甜，非常甜蜜，就好像吃很甜的 donut。你明白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我们，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和留言哦。当然，要学习汉语，一定要来 Rainbow Mandarin 哦。